我的孩子管很大，里长伯都比不上。常去的店家呢都很上道，我知道小辣帮你放汤底嘛。他跟隔壁一个小孩说：“老板，他肚子里面有我的美眉，请你不要帮他加辣，谢谢。”听到“出门”两个字，他就跑进房间说：“出门，外套。”外面35度，如果到已经干扰他自己本身的日常生活，就是要那个挂号了。对，今天晚间9点，妈妈好神，东森超市33频道。